们就以为我不高兴，没有，我这是很认真在打，好吧。然后我这个关着摄像头，想吃就吃，哈哈。对对对，啥子？我方既用英雄，轮到敌方既用英雄。感谢冰可乐，谢谢谢谢。我方既用英雄。谢谢冰可乐，谢谢。轮到敌方挑选英雄。真的，认真打两盘，打完赢了就睡觉去了，免得拖，好吧。现在元哥大部分人按的越来越熟练了，感觉已经很强了，之前开始就花里胡哨瞎秀，现在元哥会秀的还是蛮强的，不好抓他，有空有位移，这位移太多了，一二一换位置，一四拉真身魁偶换，超级灵动，感觉那个元哥秀的眼花缭乱，挺强的。元哥有点怕武则天，武则天他那个装备出好的话，莫名其妙给个大招，你这个真身假身怎么样啊，一炮被大一下半血没了，难得操作，其他都还好，没什么英雄能克他，这反应快一点的话，把那个真身真假身一换，这个兰陵王也不好抓，你就拿那种大 AOE 去打他，他没有办法，他怕就怕那种自己还没发育好，前排肉太多不好打。这盘马可波罗只要能让我稳住好好打就行了，我这马可容易崩的节奏点就在于前期忍不住想去二级抓人，结果没抓到就出事了，然后这个牛魔会的话也压力很大，对面一手动物园阵容不好打，这个版本牛魔太能吃射手打野伤害了，你像选个牛魔什么李元芳啊马可啊阿离啊都不好打，太能吃伤害，吃完伤害丢个二技能就走了，他把你关键性技能一吃人不见了，但马可还好，他只要愿意挨打就问题不大，好吧。他们红开，我队友帮我看到了，哇，现在这个野怪是真的肉，原来就两个一技能就应该一波了，他去反蓝的话下路这波兵他不要了吗，哎，他这样打好伤的，别人去反我们家蓝了，你不可能不要这波兵啊，现在兵比也值钱啊。好，看一下落单交闪了，拉走位，有没有吹到了，交闪可以，他技能都空了，完美，拉走位，小心他一个大球，这就很急了，这打半天没伤害，哎呦，
哎。我就知道不应该前期我在这里打来打去没什么效果。这就真的浪费表情。牛魔太能吃伤害了，打五这些你也打不动，前期真的是闹心。又要去等拿红，上路不好抓了。牛魔在这一波先让他自己围住，开始撤退。我们要去拿红，这没红 buff 刷。刚才有红 buff 的打中间，连月塔把他杀了。请求集合。暴君只能让了。发起进攻。哎，他没打暴君，张飞没打。惩戒有了，代表大人相信你们，完美。这一波他吹得很好，我刚好满额大招，快速转被动，减速。OK， 他先上了。哎，为什么他拍了好这个塔还是打我呀？为什么他吼了个大招二技能上去，这个塔还是打到我？我很烦。永远都是假的吧？为什么会这样？集合，进攻暴君，拿红。速刷，我其实可以把这个蓝给他。怎么想？太大了，可以的。哇，是怎么可以这么肉啊？这个牛魔真的是站在这个射手旁边，我们这样点他点不死的，我真的是，哎呦，急死了。真的都是假的吧？一技能跳兵，给一手二技能。撤退，撤好人，清理兵线，开始撤退。荣耀充满价值，胜利无法交易。
这个牛魔，我真的是受不了了，这个牛魔太假了吧！这真的怎么打都打不死这个牛啊！我真的服了。马可你随便拿不用管我，他意思就是这干嘛，他怎么跳了一下跳着不动了。不好意思呀，他让我随便拿他的影、哦、拿他的中路线。这个人真的是好人呢、啊、但我不会这样玩的呀，我这样玩你怎么办？请求集合。哇，大哥，乖乖！他挂机了，这个元哥可爱起来了！啊！疯了！哇，真的是隔墙。好，继续。问题不大，最后一把渡劫了。渡劫，渡劫。OK， 深呼吸，我渡劫。好卡，为什么卡？我不卡。我方禁用英雄。你为什么卡？我要打元哥，我要用新英雄来渡这波劫。我要用禁用英雄。
禁用英雄。我并不怕张亮。选英雄，法国赢了，可以。虽然我不懂，对面阵容太好了，还好吧？典韦我不怕呀，花木兰肯定有点慌，离他远一点，咬不住他。咬他的时候，他开个重剑，一刀把我劈死了都有可能的。欢迎来到王者，两极旋转大法。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。嗯，全军出击！幸福令人畏惧，更钟情绝望的美学。结尾应该跟我对线吧？我就拿，哎，我想打典韦的，我站在屁股面，哎，骚了吧，还可以再扛一下，这一下的这一刹那，我毁，哎呀呵，气吧，气死你，不行，这个花木兰再追，哎，这么痛的吗？哇，好了好了，不闹了。傻狗，不敢打了。他很难受。我还没三级，算了，不回家了，就这样了。加点热自去。遭遇了。完了，我们这边好像要死光了。哇，差点死了，我的天哪，瞎点击的。发起进攻。哈，可以。
哎，我以为他们那边应该打输了，居然打赢了。法则和禁忌不废话，这就是被打。有大了，完美。开始撤退。扛过发育期了，现在就很难和我们打。狮子闪。真假同打，三三二二三跳，跳个鬼！他不有闪吗？他没闪啊！一技能打一套，是不是？打他！进场虚晃，会玩呀，朋友，舍不得走就要死。好，他舍不得走，舍不得死了，活过去。哎，我的妈呀！啊，我放一个影子在这里。呀，呀，哎，我按错了，我应该是丢四技能的，我丢四技能不就完美回来了吗？是这样的吧？尴尬，他把我假真身传回去了，我丢四技能，真身就拉过来了。可以，可以配合，有点小不。再追，追！哎，撞墙了！哎呀，我真的撞墙了，尴尬，撞了两波墙，我的妈！本来要秀他的，把自己秀出去了，难受。没事，问题不大。会战的加点体，尴尬。算了，不说话了，好好玩，好好玩。一说话又开始瞎搞，说话降战斗力呀！不说了，不说了，大家好好看，安心玩。幸福的一味觉，感觉绝望的难受。我打典韦方便一点，讲道理。这花木兰好讨厌。我还是去欺负典韦。典韦，我总打得过吧？完了，又瞎了！别！这就是被打中了。
会看的家庭品类，加点恶作剧，会很有趣。人生如戏，全靠你。和禁忌存在的意义，不就是被打破吗？
哇！还得打一盘，有点烦。刚才没打好，一开始讲话去了，讲话我就乱了。有个技能不能乱，一乱按就受不了，不行，再打。刚才问题很大，这一把是问题不大。挑选英雄。开始跟花木兰对线，被他打了一头，瞎搞。这次再打一次花木兰，不要，不怂。哎呀哈！这把不说话了，真的好好打。放手 BGM， 妈的，赢一把，赢一把，问题不大。拿一个公孙离就稳了，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觉得自己元歌很强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就觉得自己元歌不说话的时候贼强，怎么强？就是这么强。不要针对战场，闪现寒心。啊，我跟韩信单挑。啊？请求集合。这什么呀？哎呦，好好伤，好伤！很有趣。就追着他打，真爽。啊，我就不信操作不过花木兰了。
跟他保持距离，打他一套。把他那个盾给打掉，保护我方，防御他。人生如戏，追。哎，真的要渡劫成功了呀！此指尖而舞，这把都不秀了。呀呵，为战斗加点品味，加点恶作剧，嗯，会很有趣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怎么没人呢？后面还蹲了。七不七，法则和禁忌存在的意义，不就是被打断了？发起进攻！栩栩如生的死亡，我们死。战，开始撤退。保护我方，防御他。我还是下路去对线吧。不应该游走，瞎搞。哎，别闹啊！不就是被打破了？咬不住这个花木兰，真的烦。请求集合。请求集合。寻视人生的死亡。
爆过方防御塔，是无声的死亡。Your teammate destroyed the turret。法则和禁忌存在的意义。法则和禁忌存在的意义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Unstoppable. 心房里骚动。
绽放于战场，璀璨。我拿宝器，谢谢所有人的眼罩。终于要赢了哟，请求集合。吓死了，还有断兵线呢，让我赢了算了吧，没有问题不大。我吓你一跳，我吓你干嘛？呀，妖怪终于可以睡觉了，好烦呀！啊，急！终于渡劫了，脑壳疼。等一下，起床。哎，这也恭喜，是不是很正常的东西？OK， 问题不大，撤了，朋友们。完，感谢长枪短跑风扇一，谢谢，再见，完。好，谢谢冰可乐的超级火箭，我天底呀！感谢某年某月某天的飞机，谢谢风扇一。好梦好梦，赶紧睡，不熬了，再熬死一片人，撤了，各位完，拜拜，晚安晚安。逛逛逛逛鱼吧超话，记得没事跟我说话，好吧，经常看发些有趣的东西，特别有趣我会
我会给些奖励你吧，好吧，如果你做了特别有趣的东西，记得 at， 记得叫我看。撤了，晚安。